的天呐，宝子们快来看，这只母仓鼠二月居然说星际战甲不甘，新号登陆第十天就说小鸭子声望能升两级，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。小鸭子的声望又升两级，需要维嘉唤醒装置一个，托卢茨地系统一个，以及100000现金，还需要22000点小鸭子的声望。托卢茨地系统我们可以在小鸭子的商店里使用它的声望购买，小鸭子的声望则可以使用合一众苏讯块交换，苏讯块可以在地球和金星的合一众赏金任务中获得。维嘉唤醒装置在奥普山谷的航天站内的敌人身上会掉落，航天站在地图的这个位置，进入航天站内部引起敌人的注意，让他们放下单子触发警报，随着警报等级的提升，会有敌人鱼源不断的在某附近刷新出来，不断击杀敌人，直到他们掉落维嘉唤醒装置位置。奥古山谷中的山洞也有一定几率会捡到唤醒装置，但是那个是随机的，哈努亚可不像未来去寻找一个维嘉唤醒装置，而是将奥古山谷中所有的山谷都搜索一遍，凑齐所有的材料和声望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将我们小鸭子的声望升级到两级了。升级奖励的话，我们选择堪提克棱镜，